法呢，像刀一样的横着才会流化，纵向的是当时的一片。哦，我是怎么想的哈？肯定是啊，这拉着我的腿啊，这拉着我的腿，拉着我的腿，咣又弄下来，心中的一块大疤，就是那种对对对，我在想，就是等于说这等于说就是这一块的肉，它都是那种血肉模糊。不是，当年我小的时候，我淘气啊，我摔倒了以后，小时候这一块肉就下去了，它没有收小。那这个还是小的，既然他那么多年他一直不敢给他展示出来，不想给展示，他就是他心中的一块，能不能宽点，这么宽一道啊，这个在学服装就做大一点，再做大一点，就这个意思。